那么，现在我们要实现的话啊，就是我们还是走这个一般的这个流程。一般的流程呢，我们一般通过 findWin 的这个函数来获取窗口的聚品。有了这个窗口聚品之后呢，作为第二个 API 函数的一个参数，来获取它的一个进程的 PID。那么这里说到进程的 PID 呢，啊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啊，了解一下这个进程 PID。什么叫做进程的 PID？那么我们在任务管理器里边打开详细信息里边，在这里呢，看到没有啊？它有一个 PID，每一个进程都有一个独立的 PID，啊，包括我们的游戏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从游戏进程来获取这个 PID 的，那你可以跳过第一步或第二步。啊，直接走第三步，啊，也是可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游戏所在的这个看一下，显示一下，点右键啊，有一个它的路径，我们看有没有，在这里是没有显示它的路径的。但在前边这一个进程呢，这里它显示了它的路径。我们在这里呢，点右键可以把这个 PID 呢给显示出来，PID 显示出来啊。这里我们进去能够看到它的 PID 呢是6428。啊，详细信息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6428这里，看到没有啊？6428这里啊，这是它的 PID。那么所以说我们先要做的是什么啊？要么我们直接填这个 PID 进去。要么呢，我们编程啊，先获取这个 PID，那么得到了这个 PID 之后呢，我们再进行第三步和第四步的一个操作啊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那么窗口聚品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窗口聚品这里呢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VS 环境里边它本身有的一个工具，然后我们打开它之后，VS 里边这里有个工具啊，工具菜单，那么。下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叫 SPY 加加的一个工具。那么这个工具的话啊，它非常好用啊，可以获得这个指定窗口的这个标题或聚品，什么都能够获得。我们先来获取一下游戏的啊，这里我们把这个拖到游戏的窗口，它能够获取它的标题、类名啊以及它的聚品。那这个聚品呢是16进制的，这个聚品是16进制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些获取到的东西呢，先拷贝到我们的那个程序里边，建一个程序，选桌面013014。好，控制台的。你这个程序先把它建好，建好之后呢，我们要调用的是 Windows 的 API 接口，因为我们所介绍的那几个函数呢，都需要这个 Windows 这个图文件的一个支持啊，才能够使用。然后写一个入口点 man 啊，入口点 man。好，那么我们把收集到的信息呢写到这里，啊，这是我们的窗口的。标题，然后窗口的类名，啊，布置到这里。当然，你有了这个窗口聚品了，你直接写入这个窗口聚品，可以跳过第一步啊。当然，我们这里肯定是要动态的来获取比较。啊，窗口聚品是等于这个，注意这个窗口聚品啊，如果你重新开。游戏之后，它也会变的，它跟它的 PID 一样，都是动态变化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根据它的标题或者是类名来获取的话，啊，它也可以动态的来获取这个窗口聚品。然后我们先来获取一下它。那么窗口聚品的类型呢是 HWND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特殊的整数啊。那么我们现阶段你可以把它。
看成是一个特殊的整数。那么我们调用我们的第一个函数，它叫 find window， 我们用 a 版本，为 a 版本。好，第一个的参数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只需要第二个窗口标题的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两个你都可以传进去，是吧？一个你也可以写上，因为它是实际上只要一个参数就行了。另外一个参数呢，可以填零啊，就是这两个参数呢，你可以二选一，也可以两个参数都写上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打印出来，窗口聚品啊，大家记住它是一个特殊的整数啊。我们要用%P 来格式化它，因为它是一个指针，是一个指针。pointf 呢，我们需要包含 stdio 输入输出文件啊。有了之后，我们先运行起来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啊？我们取到的窗口聚品是不是与这个 spy 加加取到的窗口聚品是一样？如果游戏重新启动了，那么呢？它也会动态的获取到最新的窗口聚品，比如说它变成111了，那么我们写的这个程序呢也能获得这个111。那么第二步啊，关键的我们说的，我们实际上是要的这个6428这个整数。6428呢代表着目标进程的 PID，就是这个 PID 就相当于我们进程的身份证编号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是吧？全国。或者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身份证号的一个编码，那么程序呢，它每次运行的时候，它也有一个，这个身份证编码就叫做 PID，就叫做 PID 进程 PID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通过编程的方式来获取这个 PID。那么这个呢，PID 呢，它要求的是什么？与我们之前学的那个 scanf 一样，它要传的是什么？传个变量的地址，变量的地址，然后我们使用一下 get_window_sid_id。那么第一个参数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窗口聚品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中文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传这个 PID，对吧？这个 PID 呢，你也可以改成其他的 ABC 啊什么的变量名都可以 PID。那么这个 PID 呢，它是 D word 的，是一个整数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用号加 u 来格式化输出它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CID。好，我们看现在我们是否能够正确的获取到这个 PID 了？6428是不是准确的获取了？这个进程的 PID 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有了这个 PID 之后，我们怎么去写这个内存呢？还需要两个步骤啊。那么有了这个 PID 之后呢，我们需要把 PID 呢作为这个 open process 的一个参数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才能够获取一个读写的权限聚品啊。它有一个权限聚品。那么有了这个读写的权限，才能够调用这个它。Windows 操作系统呢，这个是微软它制定的规则。那么你要去读写内存，你就要遵守微软它制定的这个规则啊，必须要跟着它制定的规则来走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接着写啊，根据 PID 获取并读写的权限。啊，要获取这个权限聚品，那么这个权限聚品呢，它与前边的窗口聚品呢类似。那么窗口聚品呢，它拥有了操作啊，比如说改变窗口大小、关闭窗口、向窗口发消息啊、隐藏窗口、显示窗口这一类的。有了窗口聚品呢，就可以对窗口呢进行相关的一个操作，或者是获取窗口所在的进程这一类的，是吧？那么同样的。这一个进程权限聚品呢，有了之后呢，就可以了读写操作我们的一个进程啊，可以获得一个进程相关的一个信息啊。
那么进程权限句子呢，我们就等于 open process 它这里需要有一个权限。那么这个权限的话，如果我们只是要写的话，那么可以加上后边的有一个，后边没有列出来，没有列出的话，我们就用所有权限。好，那么这个权限的话，我们就把所有的权限都给它啊，什么读写啊、执行啊、结束这个任务啊都可以。那么第二个参数呢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，就是说子进程的一个继承的一个权限。这个我们填零或者是依旧性的，它是一个 bool 类型的一个词啊。一般的我们填 false 就是零的意思啊，不去继承它什么的。好，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前边的，哎，就是说你要获取的是哪一个进程的权限呢？是吧？哪一个进程的读写权限？那么这个参数呢，可以写在一行或者是多行上边都是可以的。啊，如果你喜欢放在一行上，就放在一行上。我这里呢，之所以把它写成多行呢，是怕这个字太小了，是吧？放在一行上，大家远程的时候看不清楚，所以我这里来写成多行。那么这个 PID 就是告诉他，哎，你这个进程权限句柄是哪一个进程的呀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就有这个 PID 来告诉他我们要获取的进程权限句柄啊，是这个"直布大战僵尸"这个进程，对吧？哎，好，那么有了这个进程权限句柄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读起它啊。就可以读写流程。当然，它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权限。我们转到这个定义里边去，在这里呢，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权限。那么这些权限呢，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它啊。我们需要了解它的时候，到时候会给大家讲，会给大家讲。实际上，我们要读写它的话，我们只需要这个 when read 啊就可以了。就是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整数，这个权限啊，就是16。16进制的10，这个是一个宏，编译的时候会被替换成10进制的16，16进制的10。好，这个我们不去纠结它，我们一般都用采用这种宏的方式呢，让我们的代码呢更具有可读性啊。但是唯一的缺憾呢，就是这个宏呢，它不是用中文来写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中文的，是吧？我们之前学过这个宏的定义的范围，哎，你可以写，是吧？你可以写成这个中文，比如说，0.10是吧？啊，或者是多少？你可以写成这个，这样来替换啊，应该也是可以的。但这样的话，我看一下。这样不是太好啊，等会我们再测试吧啊，这个平时也没有测试，是不是只用这一个权限就行？那这个权限也需要，不行啊，到时候我们再试一下。好，那么这个所有权限给它加上呢，更加的保险一点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 read process memory 这个的参数呢比较多啊，我们暂时呢不用去详细的了解它，我们暂时来看一下这个代码怎么写。先把它读出来再来说这个参数的事情。它的参数呢，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是比较复杂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要读的地址，要读地址。啊，我们还是换行把这个参数。那么这个地址是多少呢？它要求的是 LPCVYT 这个类型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当前的地址 CE 里边读出来的是多少？啊，就是这个地址，16进制，给它写到这。好，要，那么这个地址我们读取出来的数据存放在哪里呢？那么我们说了，它本身是，阳光是吧？啊，读了存放在这个阳光里面，但是呢，它要求的是存的这个变量的地址。与我们前边这个 PID 一样，与我们之前的这个 scanf 来，向控制台
读取我们的这个整数也是一样的，都是传到我们变量的地址进去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告诉他要读取几个字节。好，我们这里呢，我们已经分析好了，是吧？这里读取的是四个字节，搜索的时候是四个字节，实际上读两个字节的应该也够用啊。但是它本身这个阳光定义的时候，我们通过分析它是四个字节的，最好是填四个字节。好，最后一个参数呢，我们不用管，但是是用来保存实际要读取的这个字节数。我们只有出错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借助后边这个数字来去做一些判断。一般我们不需要填最后一个参数。那么你看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这个是阳光的那个用于保存是吧？读取的数据数值，保存在这个地址，因为取的是变量的地址，所以说它就保存在这里。啊，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啊，我们就能够读取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当然，我们是现在呢没有做任何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处理，就是，那么你看我们现在读的阳光就是3508哈，看一下如果这个值变了，我们是否能够读取到啊？你看现在变成3533了，再来读一遍啊，你看这里阳光的值是吧，也是3533。通过窗口聚品，通过 PID 啊，聚品呢，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这个什么进程权限的聚品呢，它实际上也是一个，也是一个整数。在这里，我们这些呢，我们都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啊。看这个进程权限聚品，当然这个呢。聚品的话，它都是动态的，而且你可以多次调用来，它每次返回的值不一样。那个聚品使用完了之后呢，我们一般会释放掉，但是我们暂时呢不用去考虑这些东西，只需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就行。把这段代码拷贝出来。好，现在大家说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啊？如果是没有问题了，我就接着给大家分析一下。有问题的话，大家可以准备一下，把它提出来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学了很多新的这个函数啊，可能听着就有点晕了，因为每个函数的话，它涉及的类型都不一样，这个数据量啊非常的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些函数的格式。那么首先从这个函数来讲的话，我们就讲一下那个 find window 来讲。那么你看，它有很多关键字啊，这些关键字的话啊，对于新手来说，它都是看不懂的。这个是什么啊？是吧？那么这个 WinAPI 又是什么？还有这个什么 In 啊 OPT 又是什么？这个 LPC Star 又是什么？这些来看出来都会比较懵。好，我们就以这个函数哈、find window 这个函数来说一下这几个类型啊。后边的这些函数呢，我们暂时就不讲了。因为涉及的类型太多了，我们需要在后边的课程里边呢，逐渐的来把这些疑问或谜团呢给解开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以第一个函数为例啊，首先来讲一下 这个 HWND 啊，我们就从它来说起，就对第一个 API 函数做一个分析。那么我们转到这个 HWND 里边去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里的。这里又有另外的一个语句，这样进去，反正就是很多。那么实际上我们不用去管这些，我们转到这里啊，鼠标指针移动到它上边，这个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效果啊，能够看到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效果。那么实际上呢啊，这里呢，反正它写的越新的版本，实际上这个代码呢，它写的。非常的复杂。那么我说一下老版本对它的一个定义。老版本对它的定义呢，大概呢就是一个什么啊？VUID 新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没有类型的一个指针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整数啊。你可以把它看到啊，这个它的一个类型呢，实际上等价于这后边的这一个啊。VUID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，讲到那个函数的时候，代表什么啊？
代表没有返回值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它代表的就是没有类型啊，或者是任何类型啊，反正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，它本身是一个指针。那么这个指针呢，里边它实际上存放的数值呢，就是一个整数。啊，之前我们也看到了，是吧？这里就是这个窗口聚屏20112，那么这个数值实际上你打印出来的话，实际是它就是一个啊，也能够看到它就是一个整数。我们在计算器里边也能够看到啊，这里16进制，它就是一个实进制的整数，就是134682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那些红的话，反正我们直接使用就行了，不用去深究它，不用，尽量用红当的好一点。啊，所以说这个的话，我们窗口聚屏呢，它就是一个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呢？它本身代表的是一个什么？这个 VOID 的一个指针类型。那么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整数？为什么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整数呢？因为这个整数呢，它代表的是这个，就是我们说的窗口聚屏，啊，实际上你只要把它想象成是整数呢，就比较好理解了。这个呢，需要大家 HWND 这个类型呢，需要大家自己把它给记一下啊，就是说它是用来操作窗口的 find window 的一个返回值。那么第二个呢，WinAPI 呢，它是描述的这个函数的一个调用方式，一个屏障的一个方式。那么这个 WinAPI 的话，我们转进去也能够看到，这个呢实际上有点超出我们的范围，还是有点啊。那实际上就是这个 STDCALL。那么这种呢，你看函数调用方式有什么 CADE、CL 啊，STDCALL。那么这个呢，它是一种屏障的方式，这种呢是外屏障。这种是类屏障，这个要配合我们汇编，到时候一起来讲才好理解。那所以说这个知识点的话，我们还是需要放在后边用。那么这是一种函数参数传递的屏障的一种方式。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，什么是障啊？还有函数屏障又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东西呢，现在我们呢，实际上说不清楚的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进行一个例项的一个分析。要说到例项里的时候，才能够把这个 WinAPI 呢给解释清楚。现阶段呢，你就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，哎，就是说这是微软的一个什么，它的一个接口函数的一个方式就行了。那么实际上后边的这个。这些每一个函数呢，它的这个描述的方式呢，都是 WinAPI。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，你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比如说这个 open process 获取进程权限的，你看它前面也有个 WinAPI，包含我们后边的这个 reader process 凡是是微软的一个这个操作系统呢提供的一个 API 函数呢，它都是。都是这个 API，那个是好像那个我看一下啊，这个腾讯会议它的那个时间的话到了，不知道等会有没有什么变化啊？如果是等会有变化了，大家打一下我的这个电话，不知道会不会自动的退出什么，因为之前也没有试过，因为马上要到这个9点半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函数名，我们就不说了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in opt 的这个红。那么这个红呢，它实际上是一个空的，一个空的一个用于描述的红。那么里边的关键字 in 呢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它是一个传入的一个参数，那么后边的这个 OPT 呢，代表的什么？
它是可选参数。哎，就是说这个参数啊，你可以传啊，也可以不传，它是可以选择的，是吧？你可以只传后边这个，也可以只传前边这个。那么这个呢，它是一个描述的一个宏，再进去看一下。这里边看能不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原型。这里边的话，它也把它描述的比较复杂，我们把它简单一点说明一下。它这个是一个描述性的宏，那么就相当于呢，它后边呢是空白的，就什么都没有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呢，你可以直接删掉啊，它对它的描述呢也是没有影响。这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，就像我们的这个后边的这个备注啊，注释一样。哎，大家还能够听到我的说话吗？啊，能够听到的话回个123啊，因为这个时候超过9:30的这个时间了。啊，还可以是吧？啊，可以的话，那么我们继续啊，继续说一下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LPC star 啊。这些东西呢，啊，我们都只是暂时做一个了解。这些呢，我们都会在后边，一个课程里边会单独的、详细的、深入的来讲解这些东西啊。但是我们暂时呢，可以先了解一下。那么这个 LPC star 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它实际上呢，就是把它展开的话，就是这个 const 展开的话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啊。可以进去看一下这里边。看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描述，如果它是比较复杂的描述的话，就不看了。这里它也把它描述的比较复杂，这里一个 const 的一个关键词。哦，这里你看它用什么大写套小写的，深入了很多层。那么我这里呢就简单的说一下啊，那么这个 const 呢就代表着有这个 say，你看到没有？其中的这个 say 呢，代表的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它的含义啊。say 呢，表示用它描述的表示词变量啊，就是只读啊，不能写啊，不能去写它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比如说我们自己写的函数啊，用了这个来描述，那么我们是不能向里边写入内容的啊，我们只能读取这个地址的数据。就只读啊，那么前面的这个 LP 呢，LP 呢，它代表的就是指针，说明呢它是一个地址，有一点像那个掐信号的那个信号一样哈。那么这里呢，它描述的，那么这个 STR 呢，它指的是什么？字符串，对对。啊，所以说它完整的连起来呢，大概就是说这个 LP star 呢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它这个类型呢是一个什么？描述的是一个子图类型的字符串。就是说子图类型的字符串。那么这个字符串呢，保存它的地址呢，只读啊，不能够写，大概就是这样说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呢，与它呢实际上是一个等价的啊，在这里这样写。那么这个的话啊，这个掐呢，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字节的这个整数啊。那么我们还没讲到数组啊，如果是掐类型的数组呢，我们就是字符串，就字符串。但是字符串的常量我们都看到了是吧？这些就是字符串的常量。那么实际上这个类型呢？就跟这个 LPC star 的类型就是一致的，啊，这个它也是放在什么呢？放在子图的那一片类型里边，就是说这种常量的字符串的话，编译之后呢，它所存放的类型呢，也是一个子图的类型。然后我们这节课呢，杂七杂八的讲了很多啊，如果是没有过相关的基础的话，听着也比较晕乎啊。啊，所以说其他的你不用管，你就把我这个代码先照着抄下去，把这个地址啊，要记住哦，把这个地址，游戏重新启动过之后，这个地址肯定会变的，啊，变了之后你自己从 CE 里边把这个新的地址取出来，写在这里啊，然后呢，你能够把这个阳光给，
读出来就行了，是吧？要先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那么后边呢，要先有这样的一个练习，那么后边的这些相关的知识点呢，我们才能够，把它详细的给展开啊。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一下子就把这些东，全部给理解了，啊，这一节课我们学习的目的啊，并不是把这些什么类型这些函数就给全部理解了，我们要，就是说我们要达成的目标是吧？就是你把这个代码给复制粘贴一下，哎，然后你把这个地址给修改一下啊，能够读出目标的数据。那么就达成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目的了。关于这些函数的参数啊，它的一些类型啊，我们会在后边的章节里边呢，会把这些知识点展开了，详细的来讲。当然，你手敲的话当然是更好，是吧？但是我们最低要求就是说，你能够把这个代码给移植过去，复制粘贴之后，你要找到这个关键的地方，要把这个地方你要知道。哎，我们是从 CE 里边取出来的，哎，它这个东西重新启动之后会变，这个要知道嘛啊，整个流程嘛，你要大致的有一个了解好，那么今天的课程呢，我们就到这里，有问题的啊，QQ 上给我留言啊，欢迎大家就是有不懂的地方联系我，好，暂时我们就到这里。好，那么我们明天啊，再见啊。